但这一波一等的下路怎么说？好，开 party。AIM 还是阿福快打？滑进来看到了，走进来一个勾勾到了，努比的位置非常危险，江苏的直接闪现往后，但是 Cat One 持续去做一个追击，被套上了一个点燃，努比这个话没有倒下，在凹槽里面被跟闪现 ，Wiz One 直接拿下了一个人头，不过这里的话他变成了一个五人大乱斗，克里斯在搭配上自己的队友再度拿下人头，哈口这里往后走没办法，再给你一下普攻，只要听懂的勾勾到就是得死一个，哎，就死了吧。勾到，那这里的话是有闪现的，这里的话有机会玩几个其他被套上了一个虚弱，但这里还想要正面打哈拿走，但是另外一边 K2 走过来，位置翻没有翻到，虚无飞炎开始继续追击，黏住他没有闪现被跟闪，而且对方是有双闪可以操作的，在塔后他离开塔的范围的话，那就比较不好讲了，直接过去被动的普攻定到劝酒，开始塔后的虐杀，轻松 double 601，丢一个穿刺直接穿掉，小兵进来了，直接被塔打到一下，但是没关系，一个出钩没有勾到，普攻定到火锅帮扛，扛塔的分配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在 A 吗？交了闪现上去，哈克可以在死前还是把一个人头给换掉，保底输出。这里礼物再炸一下，不过这个下塔快被拔掉了。这里出钩翻到一套要秒杀。哇，如果人生都那么憋怪的话，怎么活得下去？真的。好，开砍。哦，往前吗？二刀流，往前拼一个 solo。砍他，砍他。有机会吗？交了闪现上去，只不过逼出的是对方的一个大招。那在后面的话，努力也已经到了，去我飞燕再一个钢铁勾射踢在脸上，精密解法跑掉了 ，Wiz One 的人头、也没有到处很优势，就这里剩下一点点。当当当当当嘞。哦，他们想要先把这个塔给打掉吗？看被动的普攻定到，在后面的话，克里斯塔过来命运呼唤，再点一下的普攻，轻松双杀。在后面这里翻有翻到 ，Zen 的位置很危险，从能解放下去伤害也是普通，叫闪现过来想把努力给换掉，可以进到努力的身体里面，但是被盖上了一个精力结界。这里 Cat One， 哎呀，想要进到墙壁里面没办法，直接被扯出来。下半部这里在持续的虐杀，已经越过了塔后，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轻松翻过来之后，搭配上火锅旁边一枪斩弹枪直接配合，是塔利亚拿到了一个 double， 哇，像什么？他是运钞车是不是？怪怪的味道，火锅怎么说？这里先断，走到你家里面开始逃亡喽，上车上车，你怎么没有？龟刚刚都踢下来。有想法吗？直接过来，刚才不是踢，但是直接被躲掉。OK， 哇，这搭配上的是晶体，接下来差一点点。那这样子，想在这里再造出预示者，他们要来加快游戏的这个进行了，开启了自己的大招，进到了是关关的身体里面，一出来想要拉死他，被神撞到。真是可爱的露露，走过来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，看到人的时候，拜拜。找不到，什么什么东西？交闪现上去，非常的愤怒，全部人就是要抓他，再给你一个赞。应该变小动物吗？怎么给人家加速啊？哇，钢铁勾射再踢到，会是最后一波出钩勾到了。但是露露直接变大之后，伤害是差了这么一点点。看一下命运呼唤进去，哇，他全部退守温泉，难道是点数帮的噩梦？十九，十九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？真的吗？冲出来，看一下 Wiz One 这里被踢到了 ，Wiz One 身上是有闪现的。过来二十可以，这里的话成功拿到后续的人头。那这里进到了温泉里面，开始。无情的虐杀，二十二对点，加一千，成功的赢了。
跟这个劝酒的对点，但是被勾到进到了温泉前面之后，还是被罐罐一刀踢死。